一个男人好不好，看他玩过多少游戏就知道了。玩过50款以上的叫海王，这类的男人最天真，也是最不肯努力的一类。听了广告里零储值就能当榜一，上线就送5星满级英雄，就傻乎乎的下载游戏，进去就是被人割韭菜，遇到一点难题就退坑删游戏，是最不靠谱的一类男人。玩过20款以上的叫渣男，大部分的男人都不是自愿成为渣男，他们发自真心的喜欢一款游戏，却被无良厂商不断推出的氪金活动折磨身心。即使每次活动都尽自己的努力入职，但最终还是逃不过无良厂商官服的命运。被伤透了的人只能在渣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难道就没有一款好游戏能让人一直不离不弃吗？当然有，就是这款2022年爆火的放置卡牌手游，上线先输入虚宝码 SSR100， 百连抽轻松到手，首储0.99就能领取 S 级橙卡阿鲁贝尔，能帮你摆平前期所有关卡，直接无障碍快速起步。你现在看到的广告是怎样，游戏下载就是怎么样。